850亿资金争夺20股，主力资金重点出击8股名单。炒股就看权威、专业、及时、全面，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。1月17日消息，三大指数集体高开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涨幅居前，沪指跟随上行。板块方面，受政策利好消息刺激，数字经济相关板块全线强势，数字货币、网络安全、国产软件、云计算等多个相关板块大涨，新冠特效药概念股大幅冲高，前期强势的新冠检测板块回调，医疗器械、中药等医药股走弱，午后指数高位盘整，三大指数小幅拉升，锂电池、鸿蒙概念、元宇宙、5G 等板块活跃。总体而言，市场情绪有所回暖，个股呈现普涨态势，两市超3200股飘红，成交连续第12个交易日破万亿。具体看，截止收盘，沪指报 3541.67 点，涨 0.58%， 成交额为4383亿元，深成指报 14363.57 点，涨 1.51%， 成交额为6814亿元，创指报 3170.4 亿点，涨 1.63%， 成交额为3103亿元。统计显示， TOP20 的股票成交额超850亿元。根据资金流向图显示，在这20只股票中，有8只股票呈现主力资金流入，其中主力流入净额超7亿元，主力流入净额超4亿元，主力流入净额超2亿元，主力流入净额超1亿元，主力流入净额不足1亿元。另有12只股票呈现主力资金净流出，其中主力流出净额超6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超5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超4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超3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超2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超1亿元，主力流出净额不足1亿元。